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们广西是水果天堂啊！没错，水果的种类、数量全部都是全国第一。没错，我们的水果好到这里都根本就不用挑，而且我们不用按斤卖，咱们按筐卖。没错，我们不仅有全国的各种水果之外，包括东盟进口的各种水果也全部都有。都有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出就是我们从泰国进口的新鲜山竹。哇，没错，每一个都是5A 大果。是的，是的，全程冷链到家。没错，哎，来了来了，现在山竹来了。我们3、2、1上链接。哎，司机到了，我们先去拿货。宝宝先等一下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去拿货，马上回来。司机师傅好，师傅好，师傅好。哎呦，两筐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辛苦了，师傅，谢谢，拜拜。别掉了啊！哇呀！哇！你这个不脆，不脆。对啦，我们这是最新鲜的山竹。对，红山竹降火，降火。而且刚才郑院说，我们摔下去感觉不脆，这就对了啊。因为如果它壳越硬越脆的话，证明它不新鲜。哎呦！对，从泰国进口的山竹，所以 mini 帮我们，我们货源有保证。对，从 mini 那儿进的货。坐上去，你就坐上去，坐上去。哎啊！我已经离地了，你俩一起吧，要不？啊，这么难吗？你俩一起，放一边去。哎，周深，你就只注意这个距离就行了，上面的距离你不用考虑。明白了，就管跳广告的跳。啊！一、二。先请蓝队到水果箱里抽取3个水果。好，看运气了啊！好，就它了。有点浅了，大家，有点轻。轻也不代表什么呀。拿吧。3-2，你们竞争一下。山竹来，山竹谁有？老板，老板，我们有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们有山竹。哎，我们有两个，我们两个。不不，我们这便宜，我们这绝对便宜。我们这新鲜，价格也好。我们原本就是卖山竹的，我们就是卖青芒的。对，我就是卖青芒的，我们就批发这玩意儿的。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5万。5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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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万。好好好。第一5万不弄是吧？第一5万我们不聊。4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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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万5。3万5。我们这个3万，3万，3万的。2万5，2万5，2万5。2万，2万，2万。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只比他们低5000。1万5，1万5。1万5，1万5。5000。怎么样？我真的是我气。哎，你怎么又变卦了？那你就取消他吧。你们这家怎么这么没有信用？到了价位就是报价负责的。你们这一家怎么回事？扰乱市场。小姐啊，我们俩加一起5万卖给他们，我们平分，好不好？平分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呢？一人出一个还不平分？请我们山竹。虽然这是不公平交易，你也太不公平了。不是，因为你提出跟我平分，那这样你2万，我3万，我还是要3万。我们2万8，2万2。行，可以。我们加起来5万，我们加起5万。我们俩说好了，你给我俩5万，他2万2，我2万8，行不行？加起来就5万。另外两队零进账。好，没事，我们下一轮，合作愉快。好，那么现在请经理人回到你们的座位，按照逆时针的顺序，请周深和雨琦前往经理人专座。合作愉快，老板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没有用，没有没有用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第二笔订单。越来越低了，钱。芒果。哎呦，哎呦。怎么了？全是你们的？他们是芒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麦新芒的。从来没觉得这芒果这么香。啊。大家都没有芒果吗？那当然了，两个芒果都被我们。可是你们五选三那三样你们有吗？家庭又有，人物有，公主有，所以我们得找个芒果。就缺芒果。那行了，我觉得要个13万不过分，至少10万打底。我们谈一下啊，你要多少芒果？10万。十万。十万。这把让我们先赢吧，你们还能拿点分儿。不给拉倒，没有人有芒果。对啊，10万。哎，10万，我就不行。不行，给他们最差都得评分。最差。其实把这单搞黄了，对你们也没好处，因为后面的订单价值应该会越来越低。所以就是你们现在把这单搞黄了也没有必要嘛，我们就好好的聊嘛。语气越来越软。那我给你两，我给你哎，给我2万，你也真说得出口。给你6万吗？8万，这样7万好不好？7万，8万5，8万。交个朋友。咦，交个朋友。交个朋友好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们俩呢？他给你把这个给取消了以后，我还有一芒果呢。Mango is my word。芒果被你垄断了，已经。芒果大王，成哥，陆点。我特别想跟你们交个朋友，没芒果。起码是8万，给你们自己留到了。来，经理人做出你们的决定。8万就交了，这没差多少。先八万吧，我们先选成成吧。先选成。3、2，禁止交易。本队选择有一样货品禁止供应，你们的选择是？你。蓝队你们缺失了莲雾，接下来你们选择。哎，你们有莲雾吗？哎。我们有莲雾，有莲雾，你就是要搅和别人的生意，促成自己的生意。哎，你们可，你们可以要这个，我们可以要百香果。哎，不爽，又难缺，那就是藏着自己。我们可以要百香果，我们可以要百香果，你们俩出个价吧。我先算一下啊，他那个芒果是7万，对吧？8万，要8万了，8万15减8等于7，还剩7万。哦，那行，那我要7万。啊！搞了个单子，我们最后1万。我们没有，我们零。涛姐太狠了，算盘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涛姐。不然，那你说，谁谁我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是不太同意，但我做不了主，你。哎，我们很简单，我们这个6万，还给你们留1万。别说话了，凯哥，你们要不要参与一下？你们没有吗？5万。哎，他们也有莲雾，不是你们成了，你们钱是最多的。成了这个你们。虽然我们让你们留拍，但我给你们留，我们4万。3万5。我们2万。1万9，1万9。最后再报一个你们觉得可以给我们最好的价格。1万8，1万8，1万8，9000，9000，8000。7000，50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4000，40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3500，3500一次，3500两次，3500，抢单，嘉哥使用了抢订单专用招。现在这一轮的经纪人成为了绿队，蓝队带着你们的箱子和水果回去吧。下去，下去。经纪人，忙活啥呢？这忙活半天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还赔了个莲雾啊。是的。那这个订单是否成立？请准备，3、2、1，抗议，抢单，抗议，
抢单。你们有道具啊？又抢单，老板，看看我们，看看我们的芒果。又抢回去，又抢单，重回宝殿，精彩！你发了多少张啊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天人相报，何时了啊？真是一场商战。他可能又有帮手有。3500好不好？刚才说的。我的3500，我的3500，我不是他们。我有点乱，你先摆上。你有什么？你先摆上。你差啥？我差啥？你差啥？三哥，你先回去，你先下去吧。你先回去。行，我们刚才给他们75000，我给你们也75000，我75000。好。你要个百香果吧，给多少呢？哎呀，就看着给吧。哎呦，咱们关系这么好，那边3500，刚才要70000呢。涛姐去哪儿去？哎呀，咱还记什么前仇啊？咱抢的是共合作共赢。送给你了，送给你了，送给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魏总，谢谢凯哥。哎，意思意思，给1块钱也行吧？啊，行行行行，一块。这一笔的订单是否成立？请准备。3 2 1，好，这笔订单成交，黄队再次获得75000。凯哥，你们是1块钱是吗？对，一块钱。比我想象的收益多。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自行选择要前往老挝还是柬埔寨，但是老挝的市场为大家准备了10件水果，而柬埔寨的市场只准备了4件水果。如果选择去同一个国家的人数越多，那么每个组别分到的水果就越少。冒险还是冒险？我这种冒险人性格，但是呢，那我们就去冒险，走。你确定啊？我无所谓，我陪君子。是这样的，哎，大家也去老挝了，大家也去老挝了。啊，你来老挝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要了，别来，别来，别来，不要来。哎哎哎！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又回来了。我就觉得你俩应该会是保守派。还有吗？后边还有一组呢。谁呀？还有一组凯哥他们。应该会在老挝，在那边吧，不会上这边了吧？啊，来了，他来了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他们比我们多一届，多一届，3组分10个。哦，3组分10个。我们这边是只4个，是吧？4个水果。那咱俩要好好合作了，合作啊。是。可是，与其我们在跟唯一一组。0块钱的组商量这个事，我们可以合伙翻身啊！哦，加油！别那么俗，钱钱的。那你上这车，还想自己拿傻哥？咱要是这一天都是个零，那真的那就奇迹了。不会，一语成谶了吧？我一定要让自己反转。傻哥的表情。不反转吗？我们，你咋就那么要强？不是，我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和鼓励。就是我不行，我也觉得我已经努力了。涛姐测过那个 MBTI 吗？我是正常是个 E， 但我现在其实有点偏 I， 就是我跟熟的人，我很马上就是 E， 但是其实我要是没有很熟或者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很 I。但我跟人我可以聊得来、自来熟，但我觉得大部分是出于礼貌。对。是吗？我是这样啊，就每次来参加宾文会，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说话什么之类的。如果觉得什么的都，但是真的E就是绝对尴尬都不敢。真的吗？E人这么恐怖吗？我是一个，我99%的E。这么一句。10年前我就你这种，哇，轰轰烈烈，就打打咧咧的。我曾经就说，我说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最好相处的人。我说跟我相处不好的人，我说那一定是他的问题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现在就是这样想，是吧？后来我现在发现，我还是我想简单了，嗯，但有的时候改不了的，对，它是下意识的东西，